横琴新区工商局、横琴新区消费者协会围绕品质消费、美好生活主题，联合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进行横琴首批消费维权服务站揭牌仪式，为八家新增的横琴诚信店颁发牌匾，并为首支消费维权志愿者服务队授旗。现场各单位也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消费维权法律知识及防范网络欺骗技巧等，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横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横琴政策你了解多少？近日为帮助企业深入了解横琴政策的认定标准和申报办法，由横琴新区商务局主办、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18横琴新区政策宣讲会在横琴创意谷举行。横琴新区商务局副局长冯宇红、金融局新兴部部长张梦如、等群工作部部长助理穆百军分别对横琴各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在2018年，横琴符合要求的企业不仅能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落户扶持、科技研发补助、办公场地配套等方面还能享受多重政策。那我们依托和澳门大学共建的生物学产业孵化基地，在横琴创意谷免足获得了2600平方米的产业孵化器。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装修和设备的购入。那么在设备购入阶段呢，我们也享受到所在地的这个政策优惠。我们购置的设备呢，都是按照科技型企业的这个政策扶持，是免税购入的这个设备。在经济奖励资金方面，纳税达500万以上的企业可按要求进行申报，预计在4月下旬可落实相关奖励。在人才及配套政策方面，特殊人才奖励和引进人才最高可获得6000元住房和生活补贴。这个我们像对于这个生活补贴呢，是我们是很受益的，因为我们完全符合他政策所规定的这个条条框框，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很鼓励这个全体员工吧，这样鼓舞士气吧，因为缓解了他们这个经济压力。在没有分配到生活基地的住房时，那么他租房子的这个给予一定补贴，我觉得还是让大部分的员工受益。2018年中国横琴量化金融高峰论坛在横琴举办，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珠海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穆红以及上百家来自全国知名的资产管理、金融投资、证券基金、量化投资的企业高管和国内外30多所高校的师生参加。杨川在致辞中表示，现今横琴注册企业已突破4万家，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其中特色金融产业率率先突破，蓬勃发展。区内已有金融类企业7077家，注册资本达8653亿元，财富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规模约2.4万亿元。金融产业已成为横琴的亮点产业，是拉动横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望借此机会，让来自海外的量化金融领域的优秀企业、团队、高端人才进一步熟悉横琴、了解横琴，促进横琴量化金融产业的发展。由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和广州是华南的区域的金融中心。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要跟它错位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就觉得在这些方面呢，横琴的条件、珠海的条件就非常好。那我们就觉得在这些方面，作为量化金融，它有一些依托于这些聪明的头脑，这些年轻人，他们来在这边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量化投资和交易，能够真正的扎根到珠海，形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业集群和人才的集群。变化中的横琴，关注横琴变化。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为您带来的横琴特别关注节目《变化中的横琴》，我是主持人王晶。上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了解了关于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本期节目将带您继续深入海绵城市内部，进入横琴地下综合管廊一探究竟。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布置于横琴岛北侧主干道市政绿化带之下，十字门商务区、口岸服务区滨海东路布置支线，各段连接城市字形。地下综合管廊舱室包括集水、通信、
中水、冷凝水、垃圾真空管线等立体式管道布置，管线之间足够至两人顺利通过，强电力管线则单独承仓。介绍一下整个管线它的一个分布和应用现在是怎样？现在横琴的这个综合地下中华管廊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目前我这侧的是通信管线，通信管线包括移动、联通、电信还有广电的管线系统都已经纳入这个管廊，进行实际的使用了。现在横琴纳入的管线还有，给水管，垃圾真空管，还有中水管和冷凝水管。从冷凝水管讲，就将来的横琴，是通过多联供的方式来进行供冷、供暖。使什么呢？使横琴就是更环保，更将来没有在这个将来没有空调主机，只通过这个冷凝水管，然后进行送冷凝水，然后那个起到了就是建筑物内的降温作用。真空垃圾管这个是个预留管线，是将来的这个横琴的垃圾啊，从足不出户就可以投入到真空垃圾管里头，然后将来就把这个真空垃圾管把这个垃圾给排出去，排到那个垃圾收集站。在我身边的这个是全岛的这个给水系统，是给水管，岛上所有的就是自来水的饮用那个水管全是从这个主管道输送过去的。旁边还有一个中水管，中水管呢，它收集的中水又可以进行那个马桶、马路的就是冲洗，还有绿化的那个浇灌，等等作用。好，我们这个管廊是2011年开始建设，历时3年，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就是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应该是说已经运行差不多是3年半。管廊就是自从建成后一直到运行，应该说这个管廊整个就运行起来，它是目前国内还是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它整个有完整的就是排风啊，包括监控系统，能够通过就是控制中心具备远程的操控系统，而且里面的消防设施啊、排水设施啊，包括监控设施都是很完善的目前也是国内就是说智能化程度比最高，然后目前就是全国就是来建的话，管廊长度最长，而且是纳入管线最齐全，所以这样一些就是说这种目前的这种技术啊还是比较完善，这个现在在国家也是大力在推荐我们这个管廊，因为这个方面就是亮点比较突出。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对这个管廊的一个运营管理，它是包括一个视频监控，还有就是门禁系统，还有就是排水系统、温度检测，还有就是那个有毒气体的一个监控。过程中的话，主要就是首先我们身后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视频的一个监控，从我们这个视频那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这个横琴33.4公里的一个管廊运营情况上里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而且是进行一个迅速的一个有效处理，发现一些特殊情况啊，包括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的话，也是可以在这边辨识。横琴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完善了横琴新区建设开放岛、活力岛、智能岛、生态岛的规划理念，也为迅速发展的横琴保驾护航。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将与您继续探索横琴地下综合管廊。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为您带来的横琴特别关注节目《变化中的横琴》，我是王晶。2017年，广东地区经受了超强台风袭击，作为在建设发展阶段的横琴，各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横琴地下综合管廊作为城市的守护者，在地下坚守着横琴的城市生命线。2017年，台风天鸽帕卡袭击广东沿海地区，
强降雨导致城市发生严重内涝、海水倒灌。面对此次超强台风的致灾性袭击，横琴综合管廊的地下防风自动排水系统使管廊内部管线毫发无损，横琴也成为了珠海各区第一时间恢复供电、供水和通讯的地区，为灾后的清理和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17年的时候，应该是说有三次大的台风，就是像那个天鸽、帕卡这个比较严重的台风。当时就是说整个全市啊，存在很多地方的断水断电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就是说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才恢复。但是在横琴那个管廊的作用就很明显的就体现出来了，它在灾后3个小时就立即恢复供电供水，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体现，它能给那个灾后重建能节省很多的宝贵时间。从去年的那个台风接二连三的进行就是来袭的话，也是对珠海这边是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创。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台风对于我们这个市政管线了、就是珠海这边的市政管线，这个破坏还是很大的。由于在台风过程中的话，很多珠海地区其他地方的管线都是进行了破坏，而且是影响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然后台风过后对我们这个灾后重建也是影响蛮大，而且是大大的就是对我们这个重建工作就增加很大一个难度。但是在横琴这边的话，确实台风是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横琴这个特点就是它传导就进行一个地下综合管廊一个建设，它把重要的几个刚才提到一些管线都纳入到了地下综合管廊进行一个运营管理。它这个在台风过程中，这些管线化都是在处于一个正常运行状态下，而且都是对我们在台风期间这个岛上的一些生活都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个是对我们就是台风过后这个灾后重建也是提供了一个可靠一个保障，也是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从2014年投入使用至今，横琴地下综合管廊系统经过完善的应急预案管理体系、日常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质量和技术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在今后可以成熟运用并进行广泛推广。自2016年4月珠海成功获得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以来，珠海将海绵城市建设与创建生态文明示范等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并计划推广至珠海市行政管理辖区内的陆域范围，包括香洲区、金关区、斗门区等，到2020年建成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2030年增长至80%，为城乡共美的幸福之城创造更大的生态优势。目前我们在大陆，在国内来讲的话，国家也是力推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利于将来城市的整体的一个综合建设，提升城市的一个好的一个规模。在综合管廊这一块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所有的管线都纳入了管廊，然后地上没有了高压线等就是障碍物，也使这个城市比较美化。海绵城市这一块它主要是分两个方面说，一个是从那个缺水的地区来讲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了这个吸水，在下雨的时候啊起到了吸水、蓄水、渗水和净水的作用，把这个有限的水资源给截留下来，然后再进行二次利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说澳门是吧，横琴、珠海这一块，它最大的是要怎么把水给排出去，既要吸纳储水，又要把这个多余的水给排出去。比如一个就是这个天鸽的台风，最有说明力的就是横琴与澳门一河之隔，但是横琴就没有受到这个水的水害的这个水涝的这个灾害，其实就起源于什么？起源于就是在横琴的建设过程中，把这个排涝
做的就非常的好。珠海地区尤其是金湾斗门，其实跟横琴这边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类似，然后在横琴这边可能是我们提出一些创新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还有应用过程中，这些都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在把横琴的这一套建设技术运用到我们珠海其他地方，包括是澳门这些地方的话，都是比较成熟。我们知道在香港也有开始做海绵城市这方面，那在澳门这套地下管廊系统可以在澳门局部利用吗？可以呢，我觉得澳门呢，因为一个是面积也比较小，另外就是说交通啊各方面呢也是特别的紧密，就是下一步就是说澳门在一些建设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透水铺装这块呢应该可以加大应用的比例，就是说我很多的区域呢我要多利用这种能透水的这种铺装来增加我这个雨水的这个下渗率啊，这样呢就减少对我这个排水管网的这个压力。再一个就是说我建设综合管廊，尤其是在新的开发的区域多建设一些综合管廊，我会可以把空中的很多的这种电线把它放下去，这样充分的利用我的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的这块资源呢利用起来，这对于就是澳门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啊，保护生态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处。尤其是在那个澳门的新填海区，完全可以进行那个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的一个建设，但是在老区和大陆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困难呢，地下这个管线复杂，地下的这个碰撞，这个不明情况比较多，所以在这一块呢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来进行那个研究和制定这个方案。我也和这个澳门的一些专业人士啊，探讨过这个做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的这个应用情况，还是感觉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技术方面，在新填海区是最有利于应用的。横琴地下综合管廊这条横琴新区的生命线，正在为横琴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地下综合管廊的应用也大力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促进了城市的转型和发展。关于更多节目资讯，欢迎拨打栏目24小时咨询热线，或者登录澳门有线电视官方网站进行互动留言。您还可以登录珠海天汇星投资有限公司网站浏览更多资讯。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变化中的横琴再见。